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men 关嘉敏。我本身就觉得不是很似的，但是因为呢我妈咪呢那时候呢好像在电视上面看到周秀娜的细个的时候的照片，她都以为是我的照片放上去的，然后我妈都觉得似的时候令我觉得咦是不是真的这么似呢，等我照一下先，又好像真的有一点似这样咯。如果是去到美麗戰場丁子朗和圓圓的角色的話，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因為始終那個場景就是要告訴觀眾知這個圓圓有多麼壞，還有他們做了些什麼來，然後被陳曉華發現了嘛，所以我覺得合情合理的話我都會嘗試一下的。真的要全裸的話，其實我要看回那個劇本會不會真的需要全裸啦，或者是那個角色需不需要啦，咁样你话最伤嘅，我谂应该都系初恋嘅，十八十九岁，叫做系有第三者啦。咁但系咧就冇去到我要撞破到佢哋喺床上面咁样嘅。当时系我发现电脑上面一啲 message 啦，有个 file 咧装住另外一位女士嘅相啦，都系比较性感少少嘅。而嗰个女仔咧系佢嘅前女友嚟嘅，就算同我一齐咗之后，都系 keep 住 send 呢啲好性感嘅相啊咁样咯。我知道头几个月我同佢一齐咧，我好中意佢嘅，所以咧其实咧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我都冇同佢分手嘅。咁但系都 keep 咗两年，系啦，两年之后咧，我发觉其实我真系有少少唔系自己啦。咁于是咧我就决定离开啦。咁我离开咗之后咧，我系惊咗男仔嘅。即系我系有成两年冇拍过拖咯，哎呀，对自己好残忍啊！女仔应该要爱惜自己多啲。我最中意自己只眼，因为眼系灵魂之窗啦，一个好真诚嘅眼咧系好容易打动到我嘅。我好想演一个聋哑人士，好希望咧。我的眼睛是懂得说话啦，懂得演戏啦，将剧本上面不用用语言去讲出来给观众听的那种感觉可以打动到观众咯。我是教一些童星的小朋友做戏啦，行 catwalk 啦，跳舞这样咯，间不时会有帮人家排下舞这样咯，编舞。我有学跳舞啦、唱歌啦、打功夫啦、学戏啦、射箭啦。我依家咧就学紧我一直都好想学嘅鼓啦。我成日觉得咧，女仔打鼓真系好有型。如果一路打住鼓，一路唱歌，或者系一路唱 rap 咁样，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都几好睇嘅。我想试一下。